假杰瑞，对啊，每次都在跟杰瑞打一打，然后就在那边，他不会动。原来是萨科啊！换地方了，换地方了，换地方了，不要再打了，换地方了，打一下嘛！哦，这谁的？还是很凶哎！哎呀，错的！我也被你抓到，跟在你后面。啊！好吃。不哎，中间啊，烂炮兵，嘟嘟嘟，不啊！我想说，正义可以从天而降，不从天而降，谁从天而降？从天而降？没，我没有队友啊！来了，队友来了，队友种菜了。队友有点忙啊！等一下，我在种菜，别打我！种菜！可以耶！种菜！我要种在天花板上。换地方了！不要打我！没有了，后面有人偷袭隐形人。等在种菜啊，机器人！啊！我看，哎，种菜啦！烧菜了啦！爆米花烧起来了，爆米花烧起来了！啊，没有了！我在种菜，哎呀，哎呀！我这场好不准哦，完了！拍谁？拍谁？没人卷呢？有啦！拍谁？帮你种！哇，好多人啊！超多人的！啊！死了！好远哦！好远哦！怎么每次都要跑这么远啊？真的！哎，牛走，我们来去。啊不不不不不不不！种菜啊，机器人哦！机器人最高分，好惨！哎呦！咻！爆米花，爆米花！哎呀！爆米花！张左轮呐！哦，爆米花啊啊啊！甩照啊 ！Only take it there。最后了啊！背景音乐又出来啦！对啊，我已经把背景关掉了，自己放一个。哇！爆！是的。爆！差三分，差两分，差一分。啊！你过了。哇！超过了！哇！No！ 我这不是人哦，靠边！哎，我在打那个稻草人啊！哈哈哈！在那里，死光啦！哇！有隐形人啊！短短隐形的好扯哦！哇，短短你都没讲话了哎！我在旁边看啊，生气气的，在旁边看，超生气的，生气，都不讲话了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还要做甜甜圈呢？刚刚偷闹团就生气气了，你那是踩人家的甜，不是踩了，那丢就是远处往上丢那个火焰那样子，爆米花，哦。雪地有没有玩过？哦，这不是雪地，在海边吧？是啦，海边度假。海边有玩过，那个站点的，温泉赛抢级的 ，Free for all， 个人始斗啊，个人始斗，所以可以种菜哦。啊，累了，当当，好累哦，种菜哦。我在海边种玉米了。你们加油，我要去火山种玉米。哎，凤梨也可以种哎，芭乐也可以种，可以哦。我要去火山种玉米。芭乐是种真的假的？有芭乐吗？不是凤梨吗？有啊，凤梨啊，凤梨是种的。行。哎，等一下，有电脑啦。哦，对，电脑会乱打。哦，两个电脑啦。电脑越来越多了。凤梨不能啊，可是种下去没东西啊。不行吧？种下去没东西啊。哎，要种什么？这种。你要先看你那个右边有没有那个水。有啊，有水滴啊。那应该是凤梨不能种。等一下，火山上面种滚种子会滚下去，它现在一直在滚啊。
可是他怎么中？左键吗？因为他中子弹，中子弹下去。哇！你是在我面前吃芭乐哎？你叫我放入顶端呢？可恶，这不能中。不行啊，他要滚啊，中不下去啦！你看，欸，真的，石头上也中不下去。不要打我了，我在中串。我山上中不下去，可恶！因为我在帮你中豌豆。谁？哦，那个是电脑啦。哦，我在敲鼓。我在敲，我在敲，好好玩哦。耶！电脑是白色。按注意，按注意。这可以敲吗？按注意，按注意。好恶心啊！长大的样子好恶心哦。哪里？什么东西啊？好奇。这里，我这里。你这里是哪里？度假村房子饮料吧这边。饮料吧，你是里面吗？还是什么？饮料吧，哇，那鼓上面不能中啊！不要，等电脑来，电脑来，先干掉他吧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是电脑？那个黑人光头。不是我，我不是，我是黑人，不是我啦，我是黑人，但我不是光头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好凶哦，把他打掉。哎，是什么？你要长大，慢慢拱起来。在哪？他自己可以拿出来啊！这边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做什么东西？我在外面打鼓，好酷哦！这是谁？你是友善的吗？应该不友善。哦，是电脑。玉米基本上是每一枪都可以中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因为很多。啊，烂了！好恶哦，长大慢慢好恶心哦。冲上去，走大家都围围起来了。冲菜啊，这不是冲菜游戏吗？超大量玉米田。哎，NPC， 看一下绿色头发，绿色头发是 NPC。是啊是啊。哪个哪个？是啊是啊。绿头发跟光头黑人。光头光头回头 ，Hello。光头是 NPC 啦。这个嗨。他不是光头。你是 NPC 吗？光头是 NPC 啦。是哎。哦。是吗？是，嗯，每开一枪就退后一步，刚好可以连中哎。我看到光头了，在右边，在右边。这里光头来了，这里，这里。哎，光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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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是谁？哇，是大叔啊！小雨，打人啊！光头死，光头死！我要打光头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，开始哭歪，开始哭歪了，开始哭歪了。快快抢救玉米田！所以这个枪可以中吗？啊，那这个长大超恶心的。哪一个啊？你是在屋内吗？我吗？对呀、啊。是不是我在饮料吧的右边？饮料吧。中出两颗，中出两颗，中出两颗。中出两颗。来来，哈基，我们去那边。中出很棒的水果，就这个啊，狙击枪啊！你看，慢慢慢慢肿起来，超恶心的。走啦，我带你去找他。哎，哈基，看我这里，看我这里。走，哪里？我去找。在哪里？这里。中出最棒的水果。这里。哦，这两个。慢慢长。这两个我重新，我成功把它种下去了。那什么？哦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它膨胀。哎。好看。对啊。我才把哈基带来，哈基。等下 NPC 又来了。NPC。我站岗，就是用白木过来拿那铲子敲人。枯萎了，枯萎了。来来，我站在上面。他还在长，他还在长，他还在长。哦，我干嘛？瞄他干什么？他种萝卜，还种萝卜，因为萝卜种太近会打到人。刚杰克就被我打死。等一下，什么时候可以收成啊？他开始变大了、欸，哈基变啊，不是哈基西瓜变大了、欸。你是哪一个？上面哎，PC来，黑色双马尾吧？哦，黑人光头，两个，绿头发。哎，结果 NPC 最高分，因为我们都没在打人，只有他们在打。嗯呐，他死。这应该可以差不多收成了吧？还在涨哎！可是我怕打到都马上。可以了。另外一把要差不多了，另外一把差不多。收。再中！哎！对！哎！没事，我捡起来。
那个多少？没有啊，你们枪不是帮我中的吗？啊，你不你要射地板啊？偷偷啦，不是中在人身上啊？为你射中，哎，你中一个一个，你要中在人身上哦？要播种吗？哎、欸，你在讲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这个车开的有点过分哦。机关播种啊！中了三个，我中了三个。你是你机关很强哦，中在肚子里嘞。播种啊，有很奇怪吗？还好吧。有，我觉得你这个不行哦。是，那你要中在肚子里面，对不对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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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刚刚他就是瞄头啊，是中头吧？中在头上吗？他头会发芽，对啊，要从耳朵长出来，好恐怖，好可怕、啊，然后鼻孔跑出来，舌头变绿色。这萝卜什么时候是长到最大、啊？脸上就会长个痘痘，跟西瓜一样大。采了吧？就这边可以三个了、欸，哎、嗯，这边就三个的吧？對啊、三个叶子吗？三个叶子就是最大？没有，它两个叶子啊，还在长。3, 2, 1，新年快乐！哎、欸、可，哎、欸、我没射出去，我拿到火箭，我拿到大火箭了。打雷？他谁啊？他谁啊？NPC。他谁？哪位？谁？哪位？不知道飙到边缘了，没人看到我。大家都爱玩种草游戏，真的。现在有什么动态游戏可以连线吗？就一样啊，放出去了。突然想种菜了吗？突然想种菜而已啊。对啊，就放出去了。新入股还有更新哦。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拿红色斧头，拿斧头的，为什么是我？你慢慢拿，我去找慢慢找菜种。我们在种菜吗？种走人，种走人。我要去找菜种了。啊嗯，你要能种哪里啊？集合集合，我要种橘子。来，我拿了水果。有、欸、没有什么其他的菜可以种啊？哦，橘子。等一下那个、还有豌豆啊。杰克也拿了水果。嗯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们在那个马路旁边。马路旁边好了吗？水塔旁边那个扛棒。你要干嘛？扛棒旁边。过马路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过吗？哦，你爆了！哎、欸，过不去，过去，过去，有点快、欸。哎呦，哎、欸，那就中这边吧。没有盾，你在想什么？这个能中吗？我这个能中吗？哎、欸，种不下去、欸，哎，马路上种不下去啊！我这不能种，柏油路，柏油路不能种。哇，他自己很凶哎、欸，车祸了，完全拔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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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越马路危险。哎要把拔掉了、啊，左右看来车，没子弹的，超气，吃过很营养，我吃补。哦，原来那个头上那个黑黑的那个是你啊？这我这番茄干嘛了？干嘛？西瓜是不是不能种在柏油上、啊？番茄可以耶，柏油路上不行，柏油路不能种。OK OK OK，、不行，那个种不下去，它总会卡在那个地上。如果拿了一颗番茄来种啊，种番茄喽！种番茄，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，还有没有？没长出来。阿弟，你怎么一直盯着那边啦？当然看你有没有过来啊！是，好啊，好啊，让你占。占为己有，占为己有，这样可以吗？好讲话哦，好好说话，占为己有。作物可以把这些烧掉啊？可以啊，拿阿基在那边偷射啦！他真的要射在人家头上啦！哇塞，好讲话哦！你刚刚射小雨，你不要没有没有看到哦？我觉得这句话不太 OK 啊！我明明是射他的。哪里？啊？什么？我当空气。你在烧植物？对，我在种啊。在种。哦，我想说你在烧植物，吓到了。哎、欸欸欸。你好好说话、哦。等下打到。烧植物啦。
不要烧我的番茄！不要烧我的番茄！两颗，干嘛烧掉？走开哦！我要种番茄了，番茄会爆炸哦！哦，哎、欸，滚过去了！耶、yeah, ！我的芦笋成功的变成一个甜的，哦、好多、哦，毁了它！哦，好多、哦，有没有拔啦？有没有拔啦？确实很多。他们只是这个农场上唯一的。我找到西瓜。